叔叔出自于好意啊，叔叔提醒你，叫你较记咧啊，叫叔叔恐吓，叔叔怎么可能恐吓你呢？你黑社会呢？啊，不是假会呢，懂吗？连前一开战提高恐吓，凤梨叔叔怕被抓去吃汉堡以点餐。叔叔300开瑞人的搏击，叔叔没有300啦，我又不是连董，他是直接300开瑞马仔下回你这人的搏击啊，我不能骗。阿弟搏击，你相信我啦，冰冰冰冰啦，冰冰冰冰。鼠勾引之战在一起了。31号，凤梨叔叔傻眼透露自己被连千亿提购，曾贩卖 K 他命，诈骗高雄阿妈47万元的黑历史也一并被挖出来。难道我学过如来神掌，你要说给你听吗？事后叔叔坦诚，我没有任何想反驳的，因为那个家伙说的啊，的确是事实。希望各位不要跟我小时候一样白目。2号也再次发文，该面对的刑期我已经面对了，回归社会后，对于自己的责任也持续在维持，不太明白把十几年前的事情拿出来了。冷饭热炒的用意在哪里嘞？可惜啦，盗用人家的照片，人家都没有去告你，塞恁婆啊嘞！人摕人谢维安，摕人最强奶妈的相片，讲什么咧？呀呀，呀恁母爱白，敢听我的事？嗯啊，你若不爱跪，就摕下尾两支出来，啊，迄嘛呀呀，搁兼两粒，啊，为着要蹭人的热度、蹭流量，塞恁婆啊嘞！叔叔出自于好意，叔叔提醒你，叫你较记嘞，啊，叫叔叔恐吓，叔叔就是一个平民，平民善良老百姓，啊，老实的生意人。古意老实，脚踏实地，实在。叔叔怎么可能敢恐吓你嘞？你都跟什么阿兄、什么阿兄呢？你还叫那个少年啊？以前2年前叫少年啊去给人家开枪呢？我吓得要死，我怎么可能会去恐吓你呢？懂吗？检察官明察了，明察秋毫了，我们安分守己。奉公守法做生意，我不会去做那种事情。我恐吓你，等一下被你抓去吃汉堡。如果要吃的话，我想吃劲辣鸡腿堡，可以吗？小辣的那稍微微微的辣。啊，可是我不喝可乐，我要改玉米汤。啊，对了，人家连董最近真的很关心麦当当。台中的几家麦当劳老店又收掉了，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就此打住。回忆过去，痛苦的相思。刷一整排，阿叔啊。